这样是开始录吧？对，红点点。好，这台有反应很慢的问题。重点是什么？我自己弄影片的，我知道，就没录到就算了，也没怎么样。我只是想要完整。想当然是想，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事，跟你讲，然后你就是那样子，我就会说你白来。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我一定会停下来。没那么重要。我又不是你们家的，你们家的还讲狠话、讲反话那些什么的，就你刚刚就说都不要录了，那不是？我不是说都不要录了，你自己语气自己就转这样。我说那就不用录了，没有关系啊。哎呦，对啊，既然没有就不用录啊。哎呦，因为啊，搞不好现在又都会是水，录到也是水滴。没差了，就拍着啊。可以录就录，不能录也没关系。我只是有点怕把你勾破的讲话。不会啦。滑下面啊，还想滑那里？怎样？随便啊。现在怎么？怎么了？啊，右边的。你回头看了我一下。不是，我在看那边跟那边。好好看环山道。我们可以啊。就试试看啊，看一下。那做这个就好了。哎呀，
啦。好啊，好，打完了。都是水，给我摸一下。好，没有很好刮，还可以了，并没有变松，就是。好远。他刚好像躺在他怀里，你有看到吗？谁？前面的黑色，然后有点太右边，然后推回来，坐上去的时候有点倒在他怀里，很好笑。脚有点酸啊。很酸。你很酸啊、哦。就是要绕大圈的话，脚很费力耶。我觉得啦，你不会吗？会啊。我猜接下来就是我的两边的小腿外侧都快要那个爆了。很爆还是？快要吧。很爆还是很累？很累。那我帮你打一打，回去用筋膜枪帮你打一打。我要打都好了哦，虽然变很粗。对对。现在嫌我腿粗，我妈妈生给我的。反正来日本我就是不会穿短裤短裙就对了。嗯，他是在拿衣服，好像短裤类，我就说不用带，我就不会穿。我再看一下，水太粗，还是水。嗯，要不要收起来算了？没关系啦，我真的怕它坏掉。你那一台旧的那一台就坏掉，我舍不得，我收起来。这个没关系啊。哪有七八千块的东西不要没关系？好，要不要收起来？没关系啊。收起来了。为什么不够冷啊？现在温度好像两度啊。这样两度？两度啊。所以就会化。好像已经比两度低了。对啊。但是因为机器热。对。衣服还好。而且你看雪的重量也有点重。有点湿。对。不是那种疯狂的那种松的。我们滑这种的时候啊，就是各种闪法都要熟练。什么闪法？闪避前面卡中间的，然后也要控制速度，不能太快。对我们来讲，这种宽度好得很啊，那这里也缓的，那个前半段。好像误小了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距离比较短吧？不是啦，不是小，你看那个高度，那个高度以上，是右边不上面还是误？某个高度以上，等我们上超过这个树林的高度，也就进入这个浓度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冷，我还有拉链没拉吗？应该没有。你右边拉了吗？后来拉啦，但是我觉得是湿湿，有点冷，湿的关系啊。
边呢、啊？右边啊。你一说一下车往右边就有了。好像是耶。对我们来讲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脚会酸啊。会酸啊，因为刹车。不然用披萨好了，我们应该都没用到披萨那块肌肉。有，我昨天帮周少爷设的，很轻松。会冷哦，我会冷哦，晚上会冷哦，有点冷。嗯。刚 SAJ 上课 ，Ski School 的人也戴口罩。嗯。会怕红。嗯。都会怕红。今天开始听得到广东话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还是香港人爱来八方不来每次。应该是都有，但是。没有听到。今天听到两组，坐旁边的跟出去一出去的人照相，都化了，这样会害我很冷呢。什么东西？它化在我身上会害我很冷。嗯、他们在干嘛？他缓缓的去那里了。到底哪边是真的路啊？那边吧。那边吗？是啊，不是啊，我的重点是有得滑就好啦，就是以刚那个360为例，我也是觉得回来再拿就好啦，反正你等一下也不会录到。万一被干走，万一被干走。其实你都没有想过东西被带走这件事。嗯。啊？也不是没有想过，是比较性的问题。是啊，那至少要请走，要是我会走回旅馆，请要让我把找到帅姐说、嗯，有没有一个backpack？有的话就先帮我留着，我带回去哪里。我们是在三。嗯，是右边，右边没错。对啊，就是联络一下也好，不是就是丢着。就觉得很信赖这里，很信赖这里。屁啦，都爱偷学板的。嗯，往右没错。好了。动一动，看会比较不冷。然后那个，又要再抹一次水。再看看他们状况，行不行啊？往右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擦一擦，我们不要挡路啊！我去你那边好了。好的，好的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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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
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叫走这？啊？什么叫才能什么？你讲什么？走哪里才能回缆车？下面还有，再往右切不是吗？中间应该可以往右切吧？这边吗？哦，你是说这个意思啊？对啊，那就走这啊。因为我原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不知道那里还有路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想什么叫走这才能回缆车，不就走这吗？人呢？哦，右边那个。水啊水，变成水，全都是水。我们今天来几点啊？还是？不然早一点回去也可以。你觉得要几点？刚刚那里就是坐缆车回去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很惨。没有到惨了，没有吗？是不是冷冷的？所以你觉得翻板环山道可以吗？理论上可以。还有一瞬间两个雪板这样，怎样？挡住路啊？刚有。有，不然你有，我想要插到树里面去。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插进树里面。有一点点，因为这绝对是我去人的挡路。这个是难得有音乐，没吃的没有音乐。会害我那个版权影响。我在看着我自己弄湿了，好像在流口水。口罩已经很湿了，还流口水。
觉得当教练应该不好玩。真的？就你整天的脚力都花在杀得很慢，然后那样那样，讲，然后还不大行就再换一套，讲。湿度还可以，我看机器，好像就是小水滴了。你在甩什么？没有用啊，小水滴啊。那个一开始是大水滴，现在变小水滴。随着温度的降低，越来越就不会有水滴了。要回去继续滑吗？还是你要进去暖一下？不，暖一下的时候那个衣服又更湿，然后 GoPro 会那个 GoPro 又回暖。面罩也差不多。我望不到右边，你转头过来。我看一下我的面罩，都有罩住吗？有啊，都有。有啊。不开机，你这样也想滑、哦？不然要干嘛？这样滑好玩啊。就慢慢滑。练还是有东西可以练啊，练一练。啊？练重心稳定度啊。就这个其实还蛮宽的，就是还可以啦。就是如果他真的很想玩雪板的话，就一直走这条路线就好了。我之前走绿线也没那么多。Terry 说只能换一次，有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换啊，就是不嫌烦就好了。我的。我的大腿是湿的状态，裤子的温度，我好熟，对啊，我要努力的转弯啊，我不是挤你，我很努力了，我很努力了，我没有挤你，我是一直要过去，好不好？我明明离你有段距离，我没有推你，我都没碰到你，我你的脚是推我的，你回去看影片。嗯，好了，那有柱子，你还推我？我要转弯，我一定要往这边挤啊，不然我要怎么转？你就推我啊！好了好，我推到你 ，OK。你下次不要走柱子左边，你就走柱子右边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啊？我也要走过来啊！啊，我们两个人技术没那么好，我们没办法两个人一起走这边。那不然我现在是走右边，我走柱子右边，不可能啊！我直直滑，刚刚我们两个一起左转呢，哈，你有没有道理啊？我直直滑是说你不要在那边滑脚，你就往滑出去就对了。我在转弯啊，转弯是用板子转，不是用脚转啊。我用板子转啊。好啦，你下次你走左边，我走右边就好啦。讲那么多，下次你做不到，你就在那边搅半天。你是说我摔倒，不然哪天我害你摔倒？
我有抱怨过你吗？因为你有被我害摔倒过吗？东华是你自己来岔我啊，那这次是我害你的，但是我做不到 ，OK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坐右边。紧一下，这样，嘿咻！嘿咻！刚刚我右脚拖板，我刚刚有突然卡到一个雪，然后开始失控，然后失控以后我有盯住，然后又左转一次，又盯，又窜一下，又转一下，又盯，盯到最后勉强在维持状态状态下，最后右脚盯不住了，然后就啪，是顶不住吗？这是什么情形啊？
所谓的禁得住禁不住，就是说你脚突然拉开又能够合回来的那个状态，有办法合回来就是禁回来的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左脚的踩法不是很正确啊，你要是走这种不同地不停的地练单脚站吗？不平不用特别练。好好。不，但是很辛苦，跳得很厉害，咚，整个掉下去。不用特别练，但是要诀一样，不用到抬起来。但是要是轻的那一脚啊，没有真的放很轻的话，就会开始怪东怪西说，哦，有个雪把我卡走。其实轻的那只脚踩很轻的话，雪是卡不走的。我的到时候再回去看啊，看我那样子左右乱窜，是窜了多久才恢复正常，对，才脱板。你要滑到四点？嗯，我觉得三点半就可以。今天我也进入酸痛期啊。这个我就没在酸，我就太慢酸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还可以，没有很酸的。嗯。下楼梯什么都没有问题。哦。两三天下楼梯最痛。啊，你之前有下楼梯痛过？我说这一次，这次当然有，两三天都下楼梯都很痛啊。啊，是哦。上下。我应该是今天才开始吧。没有。那我应该策略错误嘛？我应该前两天应该滑到累一点，不然这样进步不够。你说什么？欸，我看一下镜头，都是水。嗯，还是一点小滴滴啊。都是你的更湿，更湿哎。速度太快，上去要擦一次。走右边，然后再转过去。我要走右边再转过去。我要走右边。那我走柱子右边再转回来就好了。两个人挤同一个柱子，我们的技术可能没那么厉害。推我，好了，算是我推你，算是我推你。我不要是，因为你还给我推。你想象我站在右边，我就看着你把我这样推一下，然后我就已经离柱子很近了，我就好，等一下我还是会走柱子右边，但是你想象一下，你有办法沿着那个左边棒棒切它，切超紧，然后你做完之后，你告诉我你切到离它多近，你要50公分以内吗？离什么东西多近？离左边的边界。你试试看啊，要做到那样，急切回去，右边才有空位。哦，面罩一次，又有一次，擦冰了面罩，来转过来。是水还是冰？是差冰。是哦。温度还是不够低。明天才开始 ，OK， 明天开始就负二那种的。所以明天要穿中长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用。穿也可以，不穿也可以。怕太热，但又有点怕冷。又怕热又怕冷。穿了怕太热。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。好，雪是下这么大，没错，会不会起雾呢？这个很重要哎。像现在我有点冷，我觉得还是会觉得冷。掉。什么东西？一直会有掉的声音哎。什么掉的声音？被水滴到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是说真的。嗯。要掉一声。你看雪多不深。嗯。
他们在铲啊，在铲啊。薄薄的哎，那所谓的190是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哪里啊？这里啊。正常雪道有190。真的吗？这趟我就休息好了，好，因为我好冷，那就进去休息。你看你啊，我也还好。这次我真的在骑里面的、啊，我好像没有冷到这样子。这还是冻起来会好，但是坐着就觉得很冷。我是还好。你厉害啊！我不厉害啊，我只是说你刚我怎么觉得我屁股湿湿啊？你的角度到底对不对、啊？你屁股很湿哎、欸。对啊。你屁股超湿哎、欸。我的角度啊，这样子的角度到底对不对？怎样子的角度？就是滑板子的角度啊。嗯，我那么滑半天都不对，你要跟我讲。好、啊，我看看哦。不就很好吗？大喜呢？哎呦，觉得刚自己也滑得乱乱的，但是这里却好像粉粉的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那里雪很乱。对啊，哎，来一下，到底对不对嘛？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啊，前半部我站着盯着看，后半部我再滑就没办法看了。鞋子怎样？满满的雪，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你看插下去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好了。你说上面哦、喔，我们都是啊，就算了。
对啊。你的屁股也湿的。你的后半裤子都湿的。这张椅子很湿啊。嗯。人就很冷。我懂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了，休息好痛，不然好酸，酸死了。刮背后，是，他只刮了屁股，他有两边全刮。算了，我还是靠着吧，不然刷一刷再靠好了。我手套会破，手套会破。要拍一拍好了，举报朋友，管他的，靠了。开始讲解。哒哒哒，我有听到。对啊，怎么回事？上面一直滴水下来是吗？经过那个滚轮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哎呀，嗯，再来抹一下，都是水，来来来。来好了，那我去休息了。我也要去休息了。哦。那这样应该是也快两点了吧？没有，已经2:34了。哦，那就收工了。3点收工可以。那不就直接坐车了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。就等集合就好了。我很冷。3点收工。还好。坐下去15-20分钟，3:20开始等车。然后等集合的时候，我再来查一下。可是我记得这是没有时间表，还是怎样？那为什么我们来的时候有？来的是哦，车站上。天气看起来好雾哦，怎么那么大声啊？很有我转最大声啊！你要回话吗？很有先拍干净，你今天晚上也很多。你这样正面呢？感觉不大行啊。对。那我们要放弃了吗？你说什么？现在不滑了吗？对啊，就不集合了。太惨了，就集合了。我看。好，拿出来，抓住，拉起来，讲，然后指纹辨识又辨识不出来，这样。你知道我要挑你哪多麻烦吗？哎 ，OK 了。我们正在坐缆车，我们也决定要去休息了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滑一滑也不大好玩。如果大家都 OK 的话，我们可以休息坐缆车下去。冰了，对啊，手指都冰了。好，回去搞定。搞定什么？搞定那条线哦。坏掉的拿走，然后用另外一条看 O 不 OK？ 所以可能这个线被我们这样用，长度不够，然后可能隐隐约约都快断了。那你才买，没办法就完蛋了。等一下爬不用爬到那一层，爬到那个有棒棒的地方就好了。不用那么高了，只要走上去就好了。你把鞋板放棒棒旁边那个红衣服那边。我看你看多走你 OK 啊？好了，可以拖了。
哎、欸，我说错了，要拿进去、欸。哎、欸，刚好是乘车口啊，所以然后这一层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受不了。热，我怎么现在是冻僵的？现在好像其实不大需要拍，而是把水刷掉，因为都是水。帽子上。还有帽子里。什么叫帽子里？外套帽子。外套帽子你根本就丢在头里面，你没有啊？没有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怕你的，你的已经是水了。对啊。你里面有冰块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把你背后的水刷掉，好不好？哪里？水滴啊，肩膀的水滴。手都冻的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放去啊！对啊，板子留着就好了。关，按一下。